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接着上午的那个内容往下讲，请大家看这几句经文：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先看下面几个词语：和言爱语。和言是温和的容颜，爱语是真诚关心爱护的话。劝喻策进，劝是劝勉，喻是小喻，策进是策力促进。谄曲，谄是谄媚巴结，曲是歪曲事实。下面看这两句经文：于诸有情，常怀慈忍。这里的诸有情还是泛指一切众生，这个有情包括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对待众生？用慈悲心，用忍力。记得上午我讲了佛菩萨的十种忍力，这里告诉我们对待众生要用慈悲心，用忍力。慈悲心就是爱心，要以真诚心爱护一切众生。注意这里的这个词一切，那就不是挑挑拣拣，是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要用真诚心去爱护。这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如果你不能爱护一切众生，你又怎么能去度众生呢？对于众生一定要有真诚的爱心。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说高级的众生烦恼轻，智慧长，你对他慈忍，他知道，他会感恩戴德。这里面提到一个新的词语，叫高级的众生。为什么用高级？我们往下看，一对比就知道了。说高级的众生啊，你对他慈忍，他能知道，他会感恩戴德。那这里的高级不仅仅是指这个世界，包括九法界诸天以上。这回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这里用高级这个词，它包括九法界的诸天以上，这是高级的众生。再说说愚痴的众生，没有智慧的众生，这是指哪些呢？是指人道以下的。你对他慈悲，他不领情，有时还要恶意的回报你，攻击你，甚至是恶意的伤害。那么对于这样的众生，你还要不要慈悲？回答是肯定的，还要慈悲。不但要慈悲，而且要更加慈悲。注意更加这个修饰语，就是你对这样比较愚痴的众生，他没有智慧，你对他慈忍，他不领情，他还要恶意的攻击你，伤害你，你还要不要对他慈悲？这个是重点，就是不但要慈悲，而且要更加慈悲。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上午所说的佛菩萨的十种忍力，这就是忍力。
你要知道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他愚痴，他烦恼，他习气很重，你要谅解他，绝对不可以恶意相向。说你攻击我，我就报复你，我也恶意的攻击你，这个不是学佛人所应该做的。佛菩萨不是这种心态，这种行持。这个是说明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你的修学功夫，这个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学佛功夫得力，或者我功夫不得力，这也是一个鉴别的标准，就是你对恶意对待你的众生，你能不能对他慈悲，能不能对他有那种十种忍力，这个是考验和体现你的修学功夫。比如说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最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不是有人在网上批我骂我吗？这个呢，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啊，这一生我俩不认不识，他为什么骂我，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前生前世，我俩究竟有什么过节，那我不知道。可能前生前世我这样对待过人家，这一生这一世遇到了，他就来报复一下，那就让人家报复呗，骂就骂两句吧。因为他这个火药味比较浓，有时候我想，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说人呐，如果要是火气大，那是很伤身体的，另外也影响他的修行。所以我一直在心里在劝导，在给他回向。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一个人一定不要有这么大的火气啊，不要骂人。因为什么呢？不管你骂谁，他都是在造作恶业，那骂人绝对不是善业，对不对？哎，所以这个骂人呢，他造作的是恶业，那恶业呢，你到时候就得要受恶报。我不希望看任何一个众生遭受这个恶报，尤其是对伤害我的众生，我更加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所以我这样想，把骂人的那个功夫给他转化成念佛。那你说念佛不是成佛吗？没有听谁说骂人能骂成佛的，对不对？这样，所以我一直是在用真诚心来想把对方感化过来。我希望我的这位同修能够天天火气消，智慧长，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你说这个有多好？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不管他如何对待我，我一定要从我自身做起，在今生化解我和他的恩恩怨怨。至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这个信心是有的，一定能够化解。今生把这个冤怨化解了，我们都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我们都去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你说这有多好，是不是这样？我希望我的同修能够把我的话听进去。最近呢，听说有人要接我的内幕，听了以后啊，真的我就一笑了之，我心里非常坦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70多年的人生路程吧，我所想的，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我一直说我没有隐私，那我就想了，我没有隐私何来的内幕呢？有时候我自己想起这件事儿吧，我自己就笑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说呀，我真不知道要接我内幕的这个人，他是从哪个星球来的。我今生在这个星球吧，我没有什么隐私，也没什么内幕，
那人家既然说要揭我的内幕，那可能以前我俩在同一个星球生活过，那个时候我可能有什么内幕没被揭秘出来。那这一回呢，人家说要把我的内幕揭出来，我真是这么想的。那我也非常期待，因为我好奇心也比较强，我也想知道我那个内幕是什么。你看我说到这儿吧，我都情不自禁的笑了。可能有同学在网上看到我，可能说这个傻老太太，人家都要揭你内幕了，你咋还笑呵呵的呢？那我就这么想啊，那不每天要笑对生活吗？你说我如果是哭咧咧的，人家要不接了，说只要你哭咧咧的，我就不接你内幕，这也不好，是不是呢？你让人家把话说出来嘛。所以我就笑呵呵地面对这个现实，我就在静等着，我要看看我那个内幕是什么。还有同学说，这老太太你心也太大了吧？那就是这样吗？你说有什么不大的？大点心有什么不好呢？那人家要真的能揭出我什么内幕来，那真揭对了，那是我不知道的，现在我知道了，那就改呗，是我自己错了，我就改呗，就应该这样正确对待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对我真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我都会坦然去面对的。下面我们说说呀，这个和颜爱语这四个字。这个和呢是和敬，是能够表现出来的。是与大众和睦相处，这叫和。和就没有争论，对不对？和就是处处忍让，绝对不是竞争。你竞争它就不和。对人要和气，这个颜呢就是面容。我过去曾经说过，我说微笑也是一种布施，可能以前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注意，真的是这样，微笑也是一种布施。你每天面对大家，你给人家的是不是微笑？你给人家一个微笑，最起码人家这一天都会感到心里暖乎乎的。你给人一个脸色看，他这一天心里都是冰冷冷的。我们希望看什么样的？我们希望看微笑，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吝啬，每天把你的微笑布施给别人啊！这个微笑啊，它是佛脸啊，那冰冷冷的甩脸子给人家看，那叫鬼脸。咱们不喜欢看鬼脸，也别把咱自己那个鬼脸给人家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和颜呢非常重要。我吧在这方面做的不好，因为什么呢？好像是大家对我的印象说这老太太比较严肃，实际上我还是比较随和的，就给人家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严肃。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个儿比较高，走道腰板留直，二目平视，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严肃。我现在也逐渐在改，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一些微笑，这是和颜。再说说这个爱语，爱语是什么？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的话。这个话不单是爱护的话，而且要是真诚的，前面还有发自内心的。你说说这几条你对照一下，你做到几点啊？一个是这个话要是爱护别人，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三条啊，我们能做到几条？绝不是那种谄媚和巴结啊，这个爱语啊不是那个。我们平时说溜须拍马吧，这个话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啊，就是我们不要说那些溜须拍马的话，为了讨人家的好，讨人家的一个笑脸吧，或者想要得到一种什么利益啊，我们就说那种谄媚的话、巴结的话，那个和这个爱语啊
它是一点不搭边的。如果是你真正爱护他，即使是你打他，你骂他，也是爱语。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说那打人家骂人家怎么能是爱语呢？慢慢理解，慢慢悟。说你发脾气来教训他也是爱语，不要拿这个当做一个把柄，说刘老师说了，打他骂他跟他发脾气都是爱语，那我就天天用这招，那不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千万不要错解了爱语的真实含义。不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吗？我们不要把如来的真实意给解错了。我们是不是有真正敬重爱护一切众生的心？记住，敬重爱护一切众生的心。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在佛法里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和言爱语的深意。下面说说劝喻策进。这个喻是小喻，就是告诉大家，通知大家的意思。有人不知道，我告诉他。这个劝呢，是劝勉。讲经说法是劝喻，大家在一起共修是策进，进是精进。佛法的修学有三个层次，不可以颠倒。第一个层次，入门要专，一个字专啊。第一个层次，入门要专。到了相当程度之后，在教下是大开圆解，在宗门是明心见性，在念佛法门就是一心不乱。修到一心不乱了，可以进行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到什么程度可以转到第二个层次，前面说得非常清楚。第二个层次叫做博，广学多闻，博学。有同修就对这个一直有意见嘛，有争论。有一些人说要一门精进，长时心修；有一些人说要广学多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实际我们仔细想一想呢，它也并非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同意赞叹你去博学多闻，但是你没有第一个专的基础，你博学不了。老法师说，李炳南老师给他的时间是五年，老法师五年之后自己又加了五年，他觉得五年不够，所以他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十年。十年之后你再去广学多闻，师父不会干涉你的，因为师父说你学成了可以放飞了，是不是这个理念？所以不是说就一概的反对这个博学多闻，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应该去博学了，那你就去博学吧。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博学多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这个博一定要在专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专，没有专到一定的程度，你不能博。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精，这个就是博之后再精，就你博文了，你好多你都知道了，你那个博文吧，你就不受外境的影响了，因为你有专的基础了。所以你在广学多闻之后，你再进入到经，这是修学的第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专、博、经，不可能颠倒。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做。下面说恭敬三宝，佛在经上教训我们说，每个人家里啊都有两尊佛，有的同学可能理解，有的同学不理解，这两尊佛是谁？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就是两尊活佛。如果说你对这两尊活佛不恭敬，你去恭敬外面的佛，错了，你那个恭敬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说恭敬三宝含有孝敬父母的意思，不孝敬父母就是不恭敬三宝。三宝广而言之就是一切众生。普贤十愿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就是恭敬三宝。下面说奉事师长，没有老师教导我们，就是有佛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不懂，我们自己学不了，所以学佛必须依止名师，是明白的明，不是有名气的那个名。学佛必须依止名师，接受教诲，才有开解悟入的成就。下一句，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孝亲尊师要出于至诚，出于真诚，不能虚伪，不能谄曲。佛经上说，因地不真，果招愚曲。以虚伪谄曲之心求佛道，无论你所用的心机有多么多，将来的果报都在三途。我们说那个心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耍心眼儿啊，就这个耍小聪明。就不管你的心机再多，你如果用这个来求佛道，你最后的结局果报就是在三途。或许在这一生当中，你能得到一点点名闻利养，但是你想没想到，这一生光景不长，你能享受几年？将来入三途，时间之长，不知道要多少劫。这个问题一定要想明白。下面请看这一段经文：庄严重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记，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下面看词语，重行指六度万行等一切生活行为，规范就是规则模范的意思，观法如画是用智慧来观察世间的万事万物，犹如梦幻泡影的一样不真实，变化不停，不是真实的存在，这叫观法如画。三昧常记，三昧指正常的享受，常记是恒常清净至极处，称为寂静。这里是说平常的生活享受，身心永远保持清净。庄严重行，回向记说，愿依此功德庄严佛净土。这庄严指的是什么？庄严指的是重行。那重行又是什么呢？重行是起心动念，无外乎身与意，这些种种行为
究竟是善是恶，是邪是正。如果是善行正行，就是庄严，改过自新也是庄严。鬼犯具足，具足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欠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尽善尽美，为一切众生做榜样做模范，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的起心动念能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吗？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造作能为大家做榜样吗？真正的佛弟子要常常的想想这个，要依教奉行。佛怎样教我，我就怎样做。无量寿经好比是一个剧本，我们佛弟子就是演员，我们这些个演员要把无量寿经这个剧本好好的演出来，让大家看，给大家做好样子。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要想到能不能够有资格做大家的模范。我们一念恶，身口意都恶，我们的心地清净，身口意都清净都善。大家要学四好，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必定世界和谐，人民安乐，这是佛法。看下一句，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这是两句经文。前一句观法如画是修慧，后一句三昧常寂是修定。智慧与禅定是佛法的大根本，注意没有？什么是佛法的大根本？智慧和禅定。观法如画，用《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在一切人事物中，不要去认真，不要去执着，得过且过即可。这个过去都是被批判的，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开民主生活会，每个人都要做自我检查，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像老好人啊，一团和气啊，什么得过且过呀，这些都是被批判的内容。那从佛法来说，正好翻过来了，这个告诉我们，对一切人事物不要去认真，不要去执着，得过且过就可以了。三昧常寂是什么？是轻浮啊，福福报那个福，轻带三点水那个轻啊，三昧常寂是轻浮。我们世间人讲什么？讲鸿福，对不对？有的时候说毛人呐，鸿福七天呐。这个鸿福呢，就是红尘之福。这个红尘之福啊，它里面有烦恼，嗯，比如说我们说某某人，有福，有时候就这样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多有福气呀、啊，记住没有？听明白没有？福气，福在前，气在后，这告诉我们什么？你有多大的福，你就有多大的气，那个气不是好东西吧？是不是？所以你在享福的过程当中，你那个气呀也够你受，所以这就是红尘之福和我们三昧常寂那个轻福是截然不同的。你要什么福？红尘之福那是短暂的，而且后面还跟着气，它不是轻福。所以说这些智慧的语言呢，真的非常有益我们修行。
下面两句，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本来是身口意三业，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把善护口业排在了第一位？这个顺序是有很深的意义的，因为口业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犯的，也是犯的最多的，犯的最普遍的。佛教我们要善护口业，不说别人的过失，我们要保持口业清净，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四种过。再说一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是四种过，佛告诉我们一定要远离。如果你常犯口业又不改过，将来去哪里？去拔舌地狱，多可怕！你想去拔舌地狱吗？每当你要说别人过失的时候，你一定要牢记这句话，我将来犯这个过，我要去拔舌地狱。可能你那个说别人过这的话，你就噎过去了，就不会把它说出来了，然后逐渐逐渐习惯了，我念头都没有了，不看别人的过，不想别人过，你就这四种过你就都过去了，是不是？千万不要犯这种口业的过。下面两句，善护身业，不识律仪。律是戒律，身业有三种，杀生、偷盗、邪淫，这是身业的三种重戒。注意啊，这三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是身业的三条重戒。重戒在这里我想说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有的人呢，就在咱们当前的社会，有一种人就爱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呢？怎么说呢？我这个我还真说不好，我就得说大白话。就是比如说有的女士专门去抢人家的丈夫啊，这个在我生活经历中我已经遇见过好多次了。我对这个吧，我就非常不理解，就是全国有13亿多人口，你说你就找不着应该属于你的那个丈夫吗？你干嘛非得去抢别人的丈夫呢？你抢了人家的丈夫，让人家的妻子失去丈夫，让人家的孩子失去父爱，然后你这个家就好了吗？据我所经历的，我觉得我看到的，凡是抢人家丈夫的，他自己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没有是幸福的啊，没有一个是幸福的例子摆在我眼前让我看。你看人家抢了别人丈夫，他也很幸福，没有一个。你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啊，可能当前社会也比较乱，你走上了这条路，抢了人家别人的丈夫，把人家一个完美的家庭给破坏掉了，这是第一过啊，因为你触犯。我说尚且可以谅解，我有修饰语叫尚且，不是说你没有错，因为你年岁小，你走错了这一步，尚且还可以谅解，这是第一过，我放你一马过去了。那你现在你已经是成人了，你又去抢人家的丈夫，这是第二次抢人家丈夫了，也可能是第三次、第四次了，是不是？那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你不知道这么做不对吗？你破坏了一个家庭，你还再去破坏第二个家庭，你把你自己家庭也破坏了，你说你这叫不叫缺德啊？我不会骂人，缺德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啊。你说你抢了人家两次丈夫，你缺不缺德？你为什么非得去抢人家的丈夫呢？
而且你的家庭生活一点也不幸福。所以我说，如果你犯的第二过，绝对不可以原谅，你将来一定下地狱，是不是呢？一而再，再而三，你去破坏人家庭，你不上地狱，谁上地狱？有的人还沾沾自喜，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人家这个男士有家庭，有妻子，有女儿，他自己本身有丈夫，有儿子，两个家庭本来都是很幸福美满的。然后咱们这个女士就相中了这个男士，哎，就去想把人家的那个怎么说，就叫一个词儿叫撬行。哎，对了，我想起来，撬行，要把人家的丈夫撬行撬过来。因为这个事情吧，受组织委托，说找他谈谈，就开导开导他，别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两个人是在一个单位，我就找了这个女士谈话去了。我也不会谈这样的话，直直白白就告诉人家，你这样做缺德，不能这么做。人家给我的回答是，现在不是实行竞争吗？那丈夫也可以竞争，他有能耐他跟我竞争吗？我说人家是他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现在是你跟人家竞争，你整明白没有？我说我第一次听说丈夫还可以竞争，我说你这也要创世界纪录啊！当时叫我一顿给他呵斥。哎，就是这样，虽然这个问题后来是平息了，但是内心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经历这些事儿以后吧，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的德性，你这个你说他不是不知道错，他知道错，他为什么非得这样做？那就是缺德。但是还有一种人，好在什么地方？他知错了，他知错了，他改过了，你这个就好。那人嘛，可能是这一辈子多少犯点小过，但是如果你不认过，那你就一直错下去。有的人犯了这个错，认过了，改过了，就好了吗？我们要给人出路的，那不是说一棍子要把人打死。所以我希望，就目前还存在这个问题的人，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在犯重戒。你就是不是学佛的人，你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也不应该做一个缺德的人。如果你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到此为止，把人家的丈夫痛快好好还给人家啊，让人家的妻子有丈夫，让人家的孩子有父爱，你不要缺德到底，好不好？你听我一句劝。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持戒的意义扩大，就是守法，对不对？那戒不就是规矩吗？我们守规矩就是守法，这个守法它包括国家的宪法、法令、规章、制度、社会的风俗等等等等，它都是包括在内的。所以道德观念我们要不要遵守？一定要遵守这个道德观念。这些我上面说的是属于身业，这个仪是威仪，这个威仪就是礼貌礼节，这个礼节很重要。到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礼节，有时候我们现代人懂得不是太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不太懂得礼节，尤其是到道场，不懂道场的规矩，所以这样有时候就闹出一些笑话。有时候咱们自己失礼了还不知道，你失礼了你自己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呢？人别人讨厌你，人不喜欢接近你，那不接近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就是对你敬而远之，说敬而远之已经很不错了，不愿意和你交往。你说这个因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是因为你欠礼节，没有礼貌。如果说佛弟子能把这些个佛法介绍给大众，你说这个该有多好。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个道理，你就会让别人喜欢，让别人尊重。但是你一定要用一颗真诚的心，真能做到真诚，你走遍世界任何地方，你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这就是我们说的法缘殊胜，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老法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下面说，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佛弟子要常常保护自己的清净心，这是修学的根本。我们要低姿态，儒教修行，不搞谈玄说妙。我们要依照无量寿经，句句做得到，句句踏实，句句落实。这就是我们佛弟子要善护意业，清净无染的要走的这条路。看下面一段经文，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看下面这几个词语，国城，国城是什么？是国都或者是大都市，都可以称为国城。聚落是指小村庄。教化安利众生，教是教导，是把生活修学的方法传授教导给社会大众。这个化是教学的成绩，帮助众生化恶为善，转凡成圣。安利是建立，指建立菩提心。住于无上真正之道，是安住于究竟圆满的成佛之道上。前面经文讲的是庄严性德，这一段经文讲的是成就众生的德行。经文中教我们放下，这里面所说的国城、聚落、眷属、珍宝，这些都是比喻，比喻我们的身外之物。这一段经文呢，是教我们无所着，这个本来无一物，你着什么呀？是不是这样？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这叫什么？这叫舍己。恒以布施，这是为人，就是要舍己为人。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里面要重点再说一说这个无上。这个无上是什么意思？前面我们讲过，在这里又不完全一样了。无上真正之道，就这部《无量寿经》而言，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不退成佛。这确实是无上真正之道。以前我们听老法师讲经的过程当中，劝勉大家把心安住在六度三学上，老法师说这是真正之道。注意这句话啊，把心安住在六度三学上，这是真正之道。后面接着说，但这不是无上真正之道，缺这个无上，对不对？唯独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才是真正的无上之道。这两个
有区别了。第一个是真正之道，第二个是无上真正之道。看下一段经文，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先说说宝藏，藏是含藏的意思，这个宝藏呢就是指福德智慧的宝库，叫宝藏。发应是开发显现，就是无量积极功德妙宝宝库感应的显现，自然开发。长者，这里的长者是指年长德高有财富的人叫长者。居士，这个大家都知道，指在家学佛的修行者。在这里一会儿下面我们说这个居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居士还略有不同。豪姓尊贵指豪门贵族，刹利国王是王族的通称，王族的通称叫什么呢？叫刹利利。国王即是一国之主。下面看这一句经文，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是指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所说的。佛在大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依报随着正报转，这里的无量宝藏是什么？是依报，这是从人心变出来的。众生心善，都造善业，果报就善，风调雨顺，一切珍宝自然现前。如果众生的心行不善，珍宝就没有了。所以说环境跟我们的心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无量宝藏包括哪些？它的范围非常广，如丰富的矿产、无尽的资源、五谷丰盛、山川秀丽、所居的环境之美，这些都属于宝藏之列。境为心转，众生向善，感应宝藏自然发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有的喜欢看风水，实际哪里风水好，哪里风水不好，是因人而异的。所谓的风水不好的地方，有人去住，风水就转了，变好了；有的风水很好，有人去住了，风水就变坏了。所以还是这两句话有道理，就是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看下两句，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这就是世间常说的有福德之人，也就是说有大福德之人。这里佛经上所说的长者，它包含三层意思啊。一层意思是年长位尊，这是长者的第一层意思。第二个层次是有道德，第三个层次有财富啊。这三个条件就是都具备了，就被人们尊称为长者。佛经里对这个长者啊曾经说过十个条件，我们在这里就点他两个。第一个条件就是大富，第二个条件是大智，
智慧。说你单单有财富啊，你没有智慧，不算长者。要有德行，要肯帮助苦难之人，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绝对不是自私自利。自己享受，这个人家不尊称你为长者，有福与大众共享，社会才能尊称你为长者。那再说说居士，居士按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在家修学佛法的人就叫居士。在这里，就是在这部经里，这个居士是什么呢？是在家修道的人，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有隐士的意思，就隐居的人士，隐士，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有学问有道德。第四个层次，这样的人不肯出来做官，但是他不一定有财富，就是这种人呢，他是有学问有道德，但不一定有财富，这种人不希望出来做官，所以说有隐士的意思嘛。所以这个居士呢，比起我们现在所说的居士，它的内容就广泛的多一点了。下面说豪敬尊贵，就是古代讲的豪门贵族。这个就是你比如说生在王族，生在帝王家，将来继位当国王当皇帝，他们的福报是不一样的。同样是皇帝当国王，他的福报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清朝，清朝一共有十个皇帝，十个皇帝的福报不同，福报最大的是谁？乾隆。他的祖父是康熙，他的父亲是雍正，都比不上乾隆的福报大。乾隆一共是做了60年皇帝，而且又做了4年的太上皇，他是五代同堂，他自称是十全老人，就是十全十美的意思。现在书画有一个梅章，那个章就是十全老人，就是指这个乾隆。下面说转轮圣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见过有这么大福报的人出现。这个转轮圣地、转轮王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金转轮王。这个金转轮王呢，他是管辖就是一个太阳系，这是金轮王。那银轮王呢，他是管辖一个太阳系的1/4。那个铜轮王呢，是管辖一个太阳系的2/4。最后那个铁轮王是管辖一个太阳系的1/4。这就是四种类型的转轮王。我们这个地球有史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这么大福报的人。下面说说梵王，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国王。这个呢是统领3000大千世界，在3界6道里福报最大的是大梵天王。我们知道人的福报是哪里来的？是修来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一个人呢，他40岁之前的福报多半是前生修来的，40岁以后的福报多半是今生修的。说一个人如果他晚年有福报，这个晚年的福报是今生修的。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有福报，不要光去羡慕，你好好修，你也会有福报的，到时候福报也一定会现前的。看下面5句经文，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
如是功德说不能尽。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先看这三句，这是什么？这是善的习气。他对于诸佛菩萨，对于圣贤之人，能够自然升起仰慕之心，喜欢亲近，喜欢接触，喜欢听闻，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是有人教他吗？不是的，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前面讲的，是自然发应。为什么我们有人喜欢亲近善知识，有人远离善知识？这个佛经上都是有教导的，这都是自然的一种发应。尊重供养，那什么供养为罪？大家都知道，法供养为罪。那你说哪一种修行方法福报最大最殊胜？你比如说，我们希望得到财富，我们希望得到智慧，我们希望健康长寿，那有没有方法能让这三种我们都获得呢？方法肯定有啊，答案是肯定的，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三种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修得来？一条，法布施。只要你做法布施，这三条你都会得到的，这叫一举三得。还有什么供养比这个供养更殊胜？那就当前来看，怎么办？弘法利生，培养弘法人才，这是最殊胜的供养。未曾间断，从两个层面上来说，第一个是心愿不间断，就是你的心愿是念念护持正法，弘扬正法，培育僧才，续佛慧命，这叫心愿不间断。第二个不间断是事项上不间断，有这个因缘我就努力去做，没有这个因缘，那我就等着有因缘再做，不去费劲乏力的去找这个缘。这就是我经常告诉大家，一定要随缘，不要攀缘。随缘就自在，攀缘就烦恼。在我们这里啊，我想纠正一个就算是错误的观念吧。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看到出家人，以为都是圣人啊。我这么说我不知道又得挨多少批啊，就是一看到出家人都以为是圣人，不管是真出家人还是假出家人，在有些人的眼目中都是圣人。这个理念有点不妥。因为什么？其实这样实求是的说，出家人也是人，也有贪嗔痴慢，也有争权夺利，与世间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是这样认识的，出家人里有圣人，但不完全是圣人。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比较贴切的啊，就是说出家人里有圣人，但不完全是圣人。比如说有的出家人在没有名的时候，他的心是比较定的，他的心是在道上的，一旦有了名闻利养，就堕落了，堕到三途去了。是谁把他送到三途去的？是这些好心的供养把他送进去的。这个好心得加个引号，是吧？就是因为供养的不如理不如法，把这些个本来很有前途的法师们送到三途去了，特别可惜。所以我说我们的居士一定要正信，你要像贤护等16正士那样护持正法，
在家居士要有这个责任。今天的佛教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如果有制度，那是法治，没有制度是人治。从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好的制度，什么制度呢？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道场都是在家居士的，像大家所熟悉的奇树几孤独园，那个财产，那个道场是几孤独长者的，他没有把这个道场捐赠给释迦牟尼佛。按现在的话怎么说，就是佛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是几孤独长者礼请佛在这里弘法利生，这是供养。这个做法就是完全正确的。那我们的居士请法师到道场来弘法利生，也应该是这样来做。法师讲经说法，讲得好，请他多住几年；讲得不好，请他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好，为什么？每一个出家人都有一种紧迫感，必须要修德，要求学问。如果没有德行，没有学问，没有人请你讲经，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有个紧迫感。这个办法是对的，绝对不能把房地产、把道场捐赠给出家人。如果出家人有了房地产，有了自己的道场，他办道的心就没有了，这会害死他的。这回听懂了没有？我们在家居士怎么样护持法师，怎么样护持道场？道场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修行的人，一种是真心要学讲经弘法的人，这两种人，这两种人我们都应该供养。不能讲经说法的，他老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成就他。如果说学讲经说法的，我们要护持他，两种人，一个是成就他，一个是护持他，尽量给他们创造提供良好的修行环境。那哪一种人不能供养呢？就是刘老师说话嘴黑，说了两种人要供养，这就说哪种人不能供养。那这种人听了，那肯定会生气的，那没办法，那我得说真话。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能供养？就是天天打妄想、搞人我是非的人，这种人道场绝对不能容纳，因为你容纳这样的人，影响整个道场，影响其他人的修行，就说一条鱼搅了一锅汤，真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道场的同修们，就是搞是非人我的人，道场坚决不能容纳，不能让一条鱼搅了一锅汤。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只怕没有道，不怕没有庙。这两句话大家听懂的就是说什么呢？道比庙重要，你光有庙没有道，那不是空庙吗？甚至这被邪门歪道给占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道。下面再说说什么样的人能护持道场。有的人可能说，这刘老师净说那个带骨头的。那对呀，那我们修行要注意的问题，它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得说什么样的人能护持道场。深信因果的人，因为真正相信因果报应的人，他做事会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要请那些不要名闻利养、不争权夺利的人出来护持道场。现在我们各道场为什么不平静？不就是争权夺利吗？建道场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都是菩萨，建完了道场都想当头，都想说了算，菩萨都变成了罗刹，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实就是这种情况。
下面说如是功德说不能尽，就是功德无量无边，它的影响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横遍十方，数穷三际。所以今天的佛法急需立法和守法，这是当前非常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对我们净土宗来说，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在这里这样说，说如果你出家，尽可能走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之路，这是对出家众有这么一点希望吧。说在家要尽全力拥护护持正法道场，就是出家最好是选择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在家要全力护持正法道场，尤其是要护持好讲经说法弘扬正法的年轻法师。注意，我们有一批年轻法师很有前途，很有潜力，就是我们怎么样护持好，让他们成熟起来，将来一大批弘法利生的法师会出现的。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要为佛门培养更多的法器。看下面一段经文，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婆罗华，七香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看此语，旃檀是古印度名贵的一种香木，优婆罗华是青色的莲花，八十种好就是八十随行好，这个就不一细说了，我们在教程法术里可以查得到。由于菩萨们广修不可思议的普贤大士之德，所以感得的果报也就无比殊胜，不可思议。这说明修因必得果，前面是积功累德，讲的全是积功，这一段呢是讲累德，德是他所得到的果报。这个果报是什么？第一个果报，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身放香，口放香，有的咱们祖师大德念一句佛号，口里一朵莲花，念一句佛号一朵莲花，就是各种瑞相吧。所以真正的修行人身上有香气，这个香气不是用那个香料香水涂抹的，它是自然的。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虚云老和尚，他一年是理一次法，理一次法那可能就洗一次头呗，但是他身上是有香味的，接触过老和尚的人都这么说，这是虚云老和尚。优婆罗华七香普熏无量世界，这个优婆罗华是莲花，它的香味是清香味，这种香庄严是菩萨的大行，所以香气是普熏法界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不一般的都叫香光世界吗？一个是香，一个是光，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两个非常殊胜的特点。那这香气是哪来的？这是性德之香，性德之香当然是变法界的啊，这个香是性德之香。下面几句是随所生处色相端严，
32相80种好，这是色相端正庄严。相貌属于什么？相貌也属于性德，这是相随心转，境随心转。修行人的相貌和体质会越变越好。下面一个词是心皆具足，这里是说医报，医报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环境。手中常出无尽之宝，手中出宝，说明这个双手万能，谁能啊？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这个双手想要啥就出啥，所以说是手中出宝。那个比如说人和动物相比，因为有手所以能够创造，而有些动物呢有聪明的大脑，但它不能创造，因为没有手。所以这里实际上是指多才多艺啊，所以这个佛经里的一些词汇啊都非常奇妙，你要是把它悟透了以后就觉得没有一个字是废，全都有用。下面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这是三句，这三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生活，就是没有一样不能创造出来。创造这些物质财富不是为自己享受，这就是佛菩萨与凡夫的不一样。佛菩萨是什么？利要有情。可能有人会问，那佛菩萨有这么大的能力，咋不多变点出来呢？那不双手能出宝吗？你让他出呗，出的越多越好，把出来这个宝不就可以救贫苦的众生吗？说佛菩萨，你看到众生苦，你又有能力变宝，你又不伸手救援，说这能谈得上是慈悲吗？这又是一个误区，认识的误区。我在这里怎么跟大家来解释？说你不知道，就是佛菩萨把福报给你享，你也得有福报你才能享受到。我这句绕口令听明白没有？就说佛菩萨把福报给你享，你自己得有福报你才能享得着，你没有福报你享受不到，是这个，不是菩萨不给你，是你自己没有福。如果佛菩萨把福报给了你，却是害了你。我听这样一个例子嘛，就是有个单位有某某领导同志，一心八火想当这个一把手，就在各单位，那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一个厅局，只有一个正职，有几个副职，有3-5个的，有7-8个的，要是厅局比较大呢，可能副职数就比较多。这个副职呢都想将来当这个一把手，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各个厅局真是都有这种现象。那你比如说就5个副手吧，那就一个正手的位置啊，那谁来当这个正手？那就得竞争嘛，这不事先竞争嘛，争，哎，争争，张三争那个一把手，李四争这个一把手，最后这个王五争到了。这个一把手争到了，快要下任命状了，就下令了。下令不就上任了吗？上任的前几天，突然死了。你说怎么解释？位置争到了，但是没等坐上去呢，人死了。你说人死了，你这个位置还归你吗？那肯定不归你了。这就是没有那个福，他请不了这个福报。他没有这个当官的，当这么大官的命，对不对？我记得老法师讲经的时候举过一个台湾的例子，好像是说台湾的，说有一个人将军升了一个格，升了一格挺高兴，
请亲朋好友来会餐聚餐的庆祝嘛，那就在聚餐的时候死了。比如说本来是少将升为中将，这中将这位置没等坐上去呢，人没了。就像这世间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呢。这说明什么？你本身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你扛不了这个福。哎，不说厚德载物吗？你那个德不够，你载不了这个重物，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这样？所以佛菩萨呀，真的给我们举这些个例子，这个教诲我们呢，那都真是慈悲至极了。看最后这几句经文，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这一品经文是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之后的具体成效，经过无量劫的积之功行，累积万德，一正二报，具足了殊胜庄严。大众见光闻法，信心增长，一切众生由此感发无上的成佛之心。这就是这一品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下面把这一品经文的几个要点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要点，发愿不能发空愿，愿后必有行，这是修学必经的程序。行的过程就是把经典中的教训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现前就得到真实的利益，幸福美满的人生，快乐自在的生活，就是现前的真实利益，将来的利益更为殊胜。第二个要点，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及天人大众面前发宏深大愿，安住于真实会中，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建立的极乐世界广大无边，殊胜超过诸佛国土，超胜独妙，独妙在五乘齐入弥陀报土，只有极乐世界五乘大众往生不退，平等成佛，所以称为独妙，这是独一无二。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学习法藏比丘发宏深大愿之后的殊胜妙行，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真实会是清净平等觉里生出来的，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要修自己这颗清净心。勇猛精进是什么？是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平等，一天比一天觉悟，念佛法门妙绝了，真正是殊胜妙行。第四个要点，在修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积知德行，修行要发长远心，有了长远心，心是定的，没有长远心，心是浮的，不起贪嗔痴与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德行的根本大法，是真正的修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人要少欲知足，欲望是修行人的大障碍，把欲望减到最低，才能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第五个要点，佛法是一切苦难自己承担，一切功德幸福
与一切众生共享，要把心量拓开，让我们的心跟佛相应，让我们的愿跟佛相应，让我们的行跟佛相应，与一切众生心常怀慈悲忍让之心，对于毁谤你、攻击你，甚至恶意伤害你的人，不但要慈悲，而且要更加慈悲，要谅解他，绝不可以恶意相向，这是检验和体现你的修学功夫。第六个要点，认识修学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入门要专，到了相当程度之后，可以进行到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博，就是广学多闻。这个博一定要在专的基础上，不能没有专就先博了。第三个层次精，在博之后还要精，选择一个法门深入修学，直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修学佛法的三个次第，不能颠倒。第七个要点，在家居士有护持正法的责任，护持正法要有智慧，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能把房地产和道场捐赠给出家人，可以请法师来道场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出家有了道场，办道的心就退了，这样是害了他。第二，道场有真正的修行人，我们要发心供养，给他创造好的修学环境，帮助他早日成就。三，道场有发心讲经弘法的人，我们要发心护持和供养，给他创造方便条件。第四，不能供养天天打妄想、天天搞人我是非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动道人心，影响大众的修行。这一节课就到这里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